小朋友去把那些收好。我啊，你的脚坐在上面啊。好了，现在大人在讲话咯，就是说现在要开始收蜡笔咯。蜡笔刚刚谁有画的？吴燕婷。小怪要去罚站咯。妈妈说什么？对，妈妈说什么？我看谁刚刚有画蜡笔的哦。你去收。要收在哪里咧？我把他那个带来给你。哦耶。哦，要放满，对。哦，小乖要放满哦。那下次我们，哇，怎么掉出来了？因为它这样子。是啊，这怎么又掉出来了？这样子是在做什么呢？要收起来，那我们哇，又掉出来，你再这样子收不完呐、啊。收一个掉两个，哇，好了，你要玩，现在可以玩了。小乖，这里还有一只掉出来了，那我们收起来，我们改天就可以一起再画画，好吗？哇！哎，一人一个披风，一人一个超人披风。哇，这是海绵宝宝！哇哇哇哇！怎么你们两个都要这样啊？不不不！哇，怎么变两半？哇！撕破，等一下自己剪干净哦。谁撕破的要自己剪干净哦。我没有。哦，有谁撕破？我看到有人在撕哦。啊，等一下没有剪干净又要去罚站了哦。我没有撕。我没有撕。哎，这个是小乖丢出来的。小乖，我找不到粉红色了，你的粉红色在哪里？在那里，找出来，小乖，放好，放回去哦。在这边哦，那你可以帮我放回去吗？盖起来，你帮我盖起来。哦，很棒，好，那可以去玩了。哇塞！哇，怎么好像放风筝哦？哇，你的超人！哇！踩到了，滑倒了。